满是欢喜的欢迎你，欢迎，欢迎，我们欢迎。好，领巾啊，代表我们童军的标记啊，是我们童军的家族。我们欢迎啊，王县长加入啊，我们童军彰化县童军的大家族哈、哦，掌声鼓励鼓励。那么可爱的一个县长哈、哦，一年一度的童军日。那彰化县在3月8号举办一次我们全县的童军大会师，那我们也会在9月份的时候开放啊，让我们亲子一起来体验这个童军的这个乐趣哦。那我们都知道，童军活动是由一群成熟的成年人规划了一些啊活动，让我们的青少年一起来啊这个学习，那让他们能够培育出所谓的公民的一个这个健全的公民的啊人格。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要谢谢我们的这个省的我们的这个啊校长啊，我们的宋伟煌校长，以及我们县的黄坤宇校长啊，以及非常多位的校长，长期以来在我们童军这个区块的一个努力跟付出。那我们今天也表扬了3位个人，以及呢是一个团体啊，对于童军的一个卓越的一个贡献哦。那我们也知道，童军呢最主要它可以补足我们在学校里面的不足，它呢很重视叫做实践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能够有更多的校长、老师们一起来参与，因为呢，这个对于我们学校的治理、班级的一个这个啊管理，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成效。我们也希望说，更多的家长一起来投入我们童军，因为你会知道怎么样跟孩子一起来相处。那受过童军训练的这个孩子们，他呢在我们的这个品格上面，在他的这个啊行为，或者说在他的智能各方面，都会有很卓越的一个进步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的这个乡亲哦，大家一起来这个参与我们的童军团哦，那一起来实践我们的童军的这个啊日行一善啊很重要的这个部分。那比较欢迎那个童亲这会来，3月8号我们会有一个大会师，9月份还会有一个亲子一起参与童军的活动，欢迎大家共享盛举。这两个补充，因为这三大的智能友才是那个童军的训练，对，是希望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三大的这样智能。童军的教育里面呢，非常重要的就是三达德以及我们智能人的一个训练哦。我想这个也是最近很多家长一直很伤脑筋的，孩子好像不太受我们的这个管教，或者说比较叛逆。那你提早让他来参与童军的一个训练，绝对会有一季大概有800到1000。OK， 因为我们彰化县的童军伙伴目前就是3000位，还有一些属于社区童军啊。因为我们利用3月8号礼拜五的时间啊，有一些伙伴还在上班，然后我们来的伙伴也相当踊跃来庆祝我们的节日。童军活动智人勇哦，就是智识、体格、品德之健全。所以透过我们的闯关活动啊，让孩子学会反思、省思，还有透过团队的合作啊，还有体能的运动啊，我们还有篆刻这样的考验。所以我们真正目的就是要达成智识、品德、体格，还有小队制度、荣誉制度以及徽章制度的落实。第二啊，我们266团以彰化佛光童军团啊，由吴团长带领啊。彰化佛光活动相当多元，资料完备，我们的所有的肌肉同等资料都在后面，我们媒体朋友也可以去后面看一下我们所有肌肉同等的努力呈现哦。第15团啊，彰化县立和美高中啊童军团啊，和美高中推动童军各项进程与活动相当落实，资料完备，同时他们的射箭特色也是他们团的一个啊特色哦，跟团长也相当用心。好，11团明道大学附师童军团啊，明道大学啊在副校长啊周建敏副委带领下，栾团长的啊主持下，我们福远参加木桩训练与基本训练相当踊跃，各项活动热心积极。好，当